这个美美的绣球，还有一个小妙用，可以用它来支撑我们的插花作品。首先我们量一下这个器皿的高度，把它剪到合适的长短。好，我们就把这个绣球放进这个花瓶里面，让它可以坐在这个花瓶上。接下去啊，我们就开始插花咯。好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